者钟志海台北报道，本土剧女星高宇真扎金家好媳妇，男的回台拍戏并上新闻，不料多他却大暴怒，原来是不爽报道被写是南部隋唐，急于甩自一称号。他说，我是南部隋唐，那北高宇真是谁？文末连翻五个白眼。据查，高宇真之所以会被冠隋唐称号，是因为六年前温升豪点红隋唐经典之作《犀利人妻》后，又与高宇真砸我们发财了，才冒出南部隋唐一称。但后来他又进军时尚，还开经纪公司及美甲事业，昨年正声明隋唐就是隋唐，高宇真就是高宇真。高宇真翻涉脸书隋唐，翻涉脸书高宇真不希望再被称南部隋唐，翻涉脸书。